点数就变啦。我告诉你哦，我们今天骰子，我没有办法确定它是大点或是小点，而且这骰子的数字是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的。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话，只会原地踏步而已哦。你说你要跑步，要不要跑步有什么出奇啊？梦想当饭吃吗？你觉得跑步养活你自己吗？我还能再见到你吗？